在人气鼎沸的七堵南新市场街头，可以看到谢国梁市长跟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与民众互动的状况。来买菜的民众看到两人来拜票，都热烈的互动，感受在地的人情味。市长谢国梁说，他非常喜欢到市场来拜票，可以跟民众直接互动。今天跟佩祥回到了我们的南新市场，感到非常的亲切。在选举的时候，其实都来这边跟大家互动。其实我是非常热爱，来到菜市场的，因为又可以买菜回家给小孩吃，然后又可以来拜票，真是一举两得。可以啦，姐姐面子。好，这林佩祥，今晚我一算啦，我已经算掉。我只能说我自己的经验就是，用你最心里面最真实的那一面来跟大家互动，然后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我觉得是最好的方式。市长谢国梁和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在市场拜票，也感受到直接的民意反应，尤其是自来水的问题。我认为，如果现在有所谓的北水南送，那北水北送是应该和一个很直接的、很直接的想法，也是很顺理成章的一个计划。是的。可是未来的话，我们希望过去之后，建请中央在不管是在前瞻计划还是常态性的计划上面，务必把基隆的水资源，不要认为基隆是雨都，所以我们就不缺水，这件事是很荒谬的。不要认为基隆是雨都就不缺水，就没有水资源上面的需求。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做出规划。这一次争取做水公司的董事啊，主要呢也是希望基隆的供水啊能够稳定。那短期我们是靠新山水库，那但是长期我曾经跟水公司也有讨论过，透过捷运工程的施作的同时，可以把其他水库的水引水过来到这个新山来作为一个备援跟合作的一个方案。所以如果我在水公司担任董监事的话，我也会就这个长期的计划来追踪管理。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